只是面有问题哦，现在呢也传出说，哎，怎么连蛋呢？这个鸡都是来自于格子笼养的。这是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哦，昨天所公布的影片，揭发统一味全这两大厂所贩售的鸡蛋，其实在他们的养鸡场环境是非常脏乱不堪的，而且两到四只大的母鸡哦，全都挤在 A4 大小的格子笼。A4 大小，一张纸这么大哦，怎么会挤进母鸡有达到四只这么多呢？当然呢，这样子一个状况非常的不好，所以呢也看到了这个广告当中哦，其实他们标榜是健康母鸡生产，而且是放牧的照片哦，所以明显的就有广告不实的情况，加上这个鸡蛋比传统的散装蛋还贵了1.5倍。对此呢，味全是回应说，他们的环境都是符合法规，统一也说他们自己呢没有养鸡，将会深入了解供应商的饲养环境。